我们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？918中国的国耻日。1931年9月18号，日本帝国主义用他们的铁蹄踏开了我们中国东北的大门呢。不到几个月的时间，东北三省就被他们侵略占领。仅仅就9月18号那一天的时间，据统计，我们就损失了18亿元了。按今天的价值去比，一天的时间，我们损失了至少1000亿人民币呀、啊，成了我们中国的国耻。你们知道，从徐州向南284公里是什么城市吗？南京啊，南京是我们中国人每一个人都不能忘却的历史，那是我们的耻辱啊！在6个星期之内，我们中国同胞被他们枪杀和活埋了30多万人，平均13秒钟就有一个中国人被杀害。这帮禽兽不如的日本鬼子，我们小到7岁的女孩，大到70-80岁的老奶奶，他们都不放过，被他们奸污啊！我们有多少妈妈已经怀孕8-9个月了，还要被人家活活的剖腹，胎儿掏出来跳在刺刀上哈哈大笑啊！我们在场的学生还有的能笑得出来？如果你的爸爸妈妈被人家这样残害的时候，你能否笑得出来呀、啊？你是中国人呐、啊！那些被杀害的人流的是我们中国人的血呀、啊！难怪鲁迅在他的文章当中写道，当日本鬼子杀害我们中国人的时候，我们还有一些麻木愚蠢的中国人站在旁边看热闹，所以我们才会被人家侵略。如果我们再这样麻木下去，我们的子孙后代会遭殃的。孩子们，如果那是历史，再看一看今天，我们同样也被人家欺辱。前几天9月7号，我们中国的渔民在我们的领土被人家用军舰撞翻，扣押我们中国的船长，还要用他们的法律来制裁我们中国人，他们同样也是日本人。为什么他们敢如此的叫嚣？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，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嚣张？为什么会这样猖狂？我来分析给大家。因为日本他们的海上军事实力全世界第3，全亚洲第1，他们是世界经济强国，人均 GDP 是我们中国公民的10几倍。虽然我们的钱比他们钱多，但是我们每个人